时打工信了吗？各位旅客，南方的观点，本列车是台北交流城区列车，现在台中、高雄、屏东方面正常列车，台北站开车接受停靠，板桥、士林、桃园、中立、新竹、竹南、苗栗、丰原、台中、彰化、云林、左六、左南、嘉义、新田、台南。高雄凤山九溪塘屏东等站这里的一段全列车下一个零号站板桥站全列车下一个零号站板桥站你们要干不干法医各位乘客，欢迎光临。本列车是台北高雄线的高雄台中高雄屏东方面交流车台北站本车一路经过板桥九南和中立新店建南苗栗凤山台中彰化原林、沼南、沼南、嘉义、新营、台南、高雄、凤山、九德路、屏东、新庄，这里到一块。本列车已经靠的是板桥站，本列车已经靠的是板桥站。各位旅客，你好，遵照安全规定，请您的行李、本列车全部禁止吸烟。本列车全部禁止吸烟，请不要在车厢内的角落吸烟。谢谢小伙伴。各位乘客，请您将小瓶酒精小温，不列车小瓶酒精小温，请将六小温的酒量到。为了安全，列车请慎重，请不要在列车门口一号座位内发生危险。因保管好随身存在贵重物品，以往不适合飞升。为了车厢的安全，请您小心谈话并照顾您的小孩。使用者请改为正常耳机，不影响座位休息。谢谢小伙伴，谢谢您。